Hello， 余华，我是，你好，我是浩然，我是刘浩然。你好，我是唐真，我是刘浩然。我总能看到一些人背后的光，尽管他们是极少数，我还是能在人群中准确地辨别出他们。你真正看到有光的人是一定是和你产生共鸣的人。剧组灯光老师，小爷我人见人爱，我已经过了如此中二的年纪了。我不是这个身体，已经很久了。我会在演一些角色的时候，或者说当你真正这个角色已经结束了很久，杀青了很久之后，你也会真正的去思考，他真的消失了吗？他难道没有在你身体留下些什么吗？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角色在我身体里边都留下了属于这个角色的一些东西，但当然如果说你要说谁更重的话，我觉得是角色越靠前的越重。我可能会拿脚趾头在地板上抠出三室两厅吧。我每天都帮你干活，比我多住两天怎么？你又不是不喜欢我。火高手，这话哥现在挺像在耍流氓呢。此战之后，无论何等罪名加深，我萧平静一人承担。我陪你一起承担。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因为其实你在跟每个角色对话的时候，你都会回想起他的模样，然后你又会觉得他好像和你一样，但好像又和你不一样。提到这些角色，脑海里第一反应可以记起断断续续的影像，你可以记起很多这个角色的画面，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把每一个角色给记全。你觉得影像存在的意义？记录和定格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每一个时刻。当然可以，用 vivo S7 可以更好的捕捉表情，不信你看。